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黄恩如。儿童节到了，祝大家儿童节快乐。这是我参加的创造营手绘童年故事大赛的作品，我的童年音乐梦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开始接触音乐是从学习钢琴开始，那个时候妈妈还逼着我弹钢琴，但是最后我练着练着就爱上了音乐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拿起麦克风的时候是4岁，当时我站在台上特别紧张，但是我很享受拿着麦克风的感觉，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很热爱这种感觉。包括我现在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我都一直在坚持我心中所热爱的。所以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如果有心中所热爱的东西，一定要去坚持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这幅作品，你们也来一起画出属于自己的童年故事吧。